大家好，我是林董。看到吗？今天穿的特别不一样，是不是看我也没看了降多次那件，第一次穿到降短针，你看，哇，第一次穿衬衫。那男的看我穿到降黑就知道今天这一个影片就不简单了啊。其实呢，我就收到一个来自于一间公司的邀请啊，去参加一个 event。看起来像很够力这样，其实对我讲真的是很够力啊！啊，我就是收到来自于 GSE Cinema 电影院的邀请啊，啊就告诉我什么啊，啊想要写一大堆按摩隆重跨博啦，我只懂啊，就叫我们去试什么他们的新出的产品啊。你看我这种是多 K 的人，也是拍有拍没有，偏吃偏喝，我竟然可以被一个 GSE 电影院给邀请啊！我真的不懂是什么原因来的啊！当然呢，今天不只是我一个人去啊，我也带上 Jasmine 也去了啊。就来讲说，就是我们两位嘛，所以我也不懂他会怎样啦，不然我会放我们照片在那边，然后签名什么啊，要走红地毯。想太多。OK 啦，所以这边说啊，我们现在也是要过去那边了，然后我会再拍给你们看啦。Let's go！ 哦耶，现在已经到了，很紧张啊，整个心情。我真的是没有试过单批，有参加过 event。我是没有试过这种单批，不单批呀、啊，没有跟他们一起参加那种感觉，这真的是第一次，所以希望一切顺利啦哦，希望不要有什么事情发生啦哦，不要等下人帅不过三秒我就尴尬了。现在有一个很尴尬的状况，他跟我们讲 event start 是12点嘛，然后我们现在已经12:21才到，刚刚塞车了懂吗？真的是皇上不急急死太后啊！是皇上不急太监急。哦，皇上不急太监急。鸡蛋糕，好塞不塞？那边塞车，我就一路要只拍这给你看了哦。反正就一个 vlog 啦，难得来到这种 event， 不拍一下，其实就算你们不看，我可以当作是给我以后一个纪念了。以后我老了可以回来看看一下。原来我有来过这种 event、啊。以前我老了可以看看一下我年轻的时候帅的时候，然后来参加这种 event 的时候可以来怀念看看一下。哎呀，要到啊！这是我们哪里去？嗯、啊，周末啊，我来错地方嘛，结果他叫我是去 KL 了，我跟你讲 OK。啊，等下你 event 都干完了啊，你这样还有没有？结果我们上到一楼，哦，他那个什么、啊、西餐店这样的，很高级的喂。然后这一部影片呢，你们看到我的英文应该是很差那一种啊，你们不要笑啊。一粒。我可以尽量的就尽量。哦，这边，哇，有美女耶。哇，拿大蛇喂！鸡蛋糕，我们这每次去隔壁店，我能就来这种地方，我都觉得有点大声。Hi, your name? Mr. Lim Dong. Oh, okay. Hello, yeah. Welcome. Oh. 我有点听不懂，你可以讲中文吗？Pillows and everything. There's actually slippers and stuff like that that come with it. You have a remote control for your recliners. 刚刚他讲了一大堆东西呀、啊，我真的只听得懂一般一般罢了。那我对面那个哦，你听得懂多少？全部都听得懂哎。我们就给你们看看一下，这里来自于国际的网红，这应该有来自很多国家不同的。我们是代表非洲的，然后的 menu， 略懂，不过有没有鸡饭哦？我拍这边的环境给你们看一下，完美。真的紧张到我，要上厕所原来，紧张到我捞不出来人。现在他上了两道菜，一个虾的跟那个冬粉，一个是什么？蚕呢、啊？就是那种蚕咯、哦。OK， 你们自己明白就好，你们自己看就懂了。肯定啊，哎，什么餐厅啊？我们要试着斯文优雅一点。不同的场景吃的东西就不一样味道而已。
真的不开玩笑，我是看冬粉，它有辣椒，哦耶，还是一个虾，哦耶，这种场景要这样讲话，转一转。蛮惊讶，那边也辣，不也是？他的菜就那边一只上，你看现在哪有两样嘛，还没有动到的，你看。好，我们这还没有吃完，这个我刚刚吃完罢了。一个是这个披萨，哎，这个是羊排，是牛排，应该是羊排吧？羊排，因为它的肋骨、它的骨是这样子的，真的。老实讲啊，我们这种不正经的人啊，还是怎样叫我们来这种地方吃到要很高贵啊？金价是没关系，再买公休的。如果他们习惯我这样子吃东西，来我们看女生吃就不一样了。哇，这里的东西真的很好吃。不管是环境关系还是里面关系啊，真的好吃。我看了将久，终于有一个认识的人来给你看。他吃得很饱那个。大份啊！大份哦，多。然后全程就是只有吃罢了。然后我不管怎样拍给你们看，嗯，他就吃，讲话吃，讲话，吃啊吃啊。就来到了最后一个甜品，就是蛋糕了。讲真的啊，我很感谢这里的工作人员，懂为什么吗？我们两个英文都是半桶水，都是那种讲听不懂的，可是他会很耐心跟我们讲解他们的活动是怎样，他们有做东西是怎样，然后那些食物东西怎样，然后叫我们 review， 我们去给他知道。半桶水，我真的没有试过可以。讲讲，从中学习啊，当做从中学习啊，真的。你觉得讲哪一个？就觉得见世面了，就觉得，因为normal我们都不会参加这种，来这种比较 high class 的地方吃东西啦。他们的谈吐方式很 nice。OK 好啦，今天的 vlog 就到这样子好啦。一个大智商，他的活动就是邀请我们吃他的这些菜式啊，这些甜品啊，然后试试看他这些东西如何，味道如何。那这 vlog 就是，还以为会拍给你们很多东西，因为他只是只有吃吧，所以我也没可能一直拍嘛。所以以上我今天来这个 event 的画面呢，你都看到了 ，OK？ 所以就这样好了，这个 vlog 就到这边了，我们下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